为国忠心耿耿，想袂到伊个老者半生做牛做鸡，竟然今日呢，今日听闻内心变马四处了乱，现在伊个大牛已经着无形做不明，世事不知，变下上三军，伊个家丁四处走找，至今并无消息伊下落，从天啊从天，我真天动。这些少牛做鸡，希望会当神奇保佑，让我的查某囝变阿嫂啊！